最糟糕的原生家庭是看起来正常的，这种家庭看似正常，父母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行为，但其实问题反而更大更隐蔽。我相信正处于这种家庭中的人一定可以看得懂接下来的视频我所说的，如果你看不懂也没关系，祝贺你，说明你的原生家庭真的很幸福。在这些年我的心理咨询中，我发现这种看起来正常的原生家庭很神奇也很普遍。这种来访者找到我，往往一开始会说我的家庭很幸福，爸妈很爱我，但每当我试着追问怎么个幸福法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始回避，或者真的想不起来什么事例，就会说也没什么好聊的。他们常常会有的一种感受就是，我感觉我应该是幸福的，但是就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痛苦，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成年之后的人生越过越不对劲，亲密关系质量低，身体能量堵塞，心理问题严重，才会来寻求帮助。随着咨询的深入，了解了更多的细节，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像极了从马戏团里解救一个小熊。当你问他马戏团的生活怎么样的时候，小熊会说都挺好，我还挺幸福的，有吃的有喝的，只是呢会被鞭子抽，但是不会被电击。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如果要认真的说起来，父母基本上没有在什么层面上亏欠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你好，可这些好呢又夹杂在让你窒息的氛围里，时不时的会蹦出来折磨你，平时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物质金钱资源，就会让你在要疯了和还能过之间反复横跳，有爱又有伤害，舍不得又逃不掉，所以痛苦，所以患得患失，还会让你变得会因为一点点的事儿就崩溃大哭，情绪不稳定，讨厌自己，厌恶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就很拧巴，甚至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幸福的，有时候甚至你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成了别人眼中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矫情废物。厌氧家庭中的孩子会很自然的学会在玻璃渣中找糖吃，会经常自我证明父母是爱你的，一直给自己洗脑说自己拿了一副不错的牌，直到真正觉醒的那天才开始真正的可怜自己。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家庭和父母就是自己的一切。想要走出这种让人模糊不清的糟糕的原生家庭，第一步就是质疑。当你看到这里，我希望你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很幸福，你的自卑来自哪里？如果你真的很幸福，你的敏感来自哪里？所有人都告诉你，你是在爱中长大的。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你觉得还是很缺爱？究其原因，我想说，越是糟糕的原生家庭的孩子，越是容易美化父母。他们采用的心理机制是自动美化、自动遗忘、自动合理化，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相对稳定和活下去。根源就是不够纯粹。也许怨恨如果能够纯粹，就不会痛苦了。最难的是，明明承受着痛苦，背负着千斤重的石头，还要去寻找爱的边角料，最后发现只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他们被活埋了，以后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出现。今天的视频把你掩盖的那些情绪重新唤醒，或许你会难过、难受或者想哭，但只要它从压抑的状态下被唤醒、被觉察、被看见、上升、释放，短暂的难受后，你就会真的好起来。觉醒是好起来的第一步，就像泰戈尔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送给大家，有一天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